Peace， 大家好，我是 Rainbow 阿宝。现在我们呢已经到了 Hokkaido 的 Sapporo 新都市里面的 Airport， 很爽啊！不是开玩笑的，冷。我觉得这个毛毛不够保暖，因为也冷进头，-14°C。OK， 在马来西亚哦，是房子内开冷气开得冷冷的，但是在里面哦是很冷，在外面哦是更冷。哦哟 ，Destination 按下去之后，我们都是用电话号码或者是用 Map 来找您的景点。您想要去哪里？0143，麻烦你速度看看，他告诉你什么地方，你是要去多。玻璃杯子嘛，对，没错嘛哈。现在开始导航。今天我们的行程呢，就是从4:30去机场，7:30的飞机飞过来 KLIA。现在的时间是10:30了，差不多。然后已经 check in 好了。漏气。哇，说到这么小个。人鱼，拜拜，关灯。你妈咪要去日本了，有什么话要讲了？要买东西回来。一样，要买东西回来，也要平安回来，知道吗？干爸爸在我们 ，peace。拜拜 ，OK OK， 好，走了，好，来讲，好，拜拜。看一下有多重，25:30了嘞，还不是很重。Luggage 里面是一个 luggage， 我们要去 Nobunobu Sapporo， 在日本的上面，冷到半死没 ？Oh no！来的时候排队简直真的是超级的长，很长，很多人。牧师在忙分小组。哦哟。没有人了，现在我们就等 Esther 从新加坡飞过来 KLIA， 然后我们汇合一起飞过去福卡多。Esther。Justin Bieber with me. Oh yeah. 好，我们整个 team 有几个人？20个人。准准20个人。所以 ，Let's go， 不要讲那么多。Thank you. Auto get system. Malaysian passport. Check it out. 现在的我们要 check in 进去里面的啦。我现在呢是一边开着 live， 然后一边在录影着。现在在线上呢有84个人的 ，OK。现在有100个人 ，OK。Video 到这一边为止，等多一下我们还会 continue。Alright， let's see。刚刚做完结束 live， 我已经落人后了啦。现在就是 on live，let's go。Social media takes over your life. What happened? Oh no! 51 head. Oh yo, 微，这是要。我是坐在最后一排了没？你知道什么意思喽？后面比较安全一点。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点击右边。All right. Time is 7:05 to Japan before taking right to Sapporo.Ground temperature is around -10°C.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CHX. Oh no, man!
是喂。现在的温度减14度。我的手套放在大拉杆，暂时用这个。现在在我的身边呢，都是雪地man。我的大衣都是在大拉杆，你看他们穿的衣服，夸张没？夸张。哈2500，今天从里面关卡出来了之后，现在我们就是在这边外面呢换衣服洗刷。如果外面真的是减14度的话，我还有一件好外套，一件不够，两件。你看你的裤有几件 ？Check it out。像我这样瘦的人呢，我就要有 burn 的力量。还没听我歌的话，记得点击这一边可以听我的歌啊。不要总是 all right， 我叫你一个新的。预备要去下一个节目了。刚才我们从 arrival 后下来呢，走到这个门的时候啊，我已经慢慢感觉到好冷。之前我有去武汉的，就很冷，但这里哦，man！ 看有烟的。Check out Esther Instagram。哦哟。我穿这样子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刚才我很热。他们讲你穿几个 layer？ 三个，里面两个 layer， 三个，四个。这个就好像是瑞士山的山顶这样冷，要穿手套。我们去 testing 一下 ，Let's go。不会嘞，很大太阳嘞，再继续下去的话，真的是会手套都冷了，冷啊！哇，真的是冷，这筋骨不是开玩笑。现在是减14度，大太阳，我不行，进去了。你有涂唇膏的吗？有。哎呦，不能，我忘记涂了。Peace。哎呦，我不喜欢，哎呦，我的手都不想要拿出来啊。后面也是。哎呦，美丽如雪花飘逸。哎呦，来来来，搬东西，搬东西。哎呀，在那边，春节如孩子的雪花飘逸。有，你看那个车的下面，下面那边结冰，哦哟没。开玩笑，汽车下面的结冰。知道我们应该做吗？做吗？我这次要来做，就我去的每个地方，我要放一个 music， 跳一个，然后 connect。哦， good 嘞。有点搞笑的行动。对对，去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们租这三辆车，租车会比较有划算。我们从飞机场，然后就直接来这一边。现在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因为那个温度影响我们的旅程，我们现在会有点迟的，所以我们就 Let's go。只要有碰撞、擦伤、事故、自撞、被撞，如果是我们有问题的话，都是要赔我们的 non operating charge。如果车子只有擦伤的况，都麻烦你要准备20000块。另外一个情形，如果撞到了车子是不能再开，是要50000块，再加拖车费用，每一公里700日元，很贵哦，不是开玩笑哦，所以要小心开车。如果没有 immediately 通知我的情况，那很抱歉，保险是不会理赔的，所以麻烦你直接 WhatsApp 我就可以了，好吗？好不好？我会帮你处理。Charging man, we need charging. 我的电池没有了。下车的时候记得把灯关好，把门关好，不然会很容易导致没有电。喂，坐前面啦，喂。对。刚刚我讲的，大家都有听明白吗？他们有听明白吗？我不知道。可以吗？然后这个是你的钥匙，它只是因为开灯关掉了。现在 GPS 了 ，GPS 的话，中文、英文、日文、韩语啊，中文。这个是 menu 按下去之后，再帮你来一个。会回来我们的店铺，然后你按 Start Navigation， 现在开始导航。